们相信，在天上比在地上，在宇宙比在地球有更大的可能性。更加的尖端航空产业技术，更加本质性的宇宙原理，更加发展的人类生活，使用比面惊人的奇迹，开创航空宇宙的未来。航空宇宙的未来将由我们开创，韩国航空大学。大家好，欢迎来到유학생활을위한한국어课程，见到你们很高兴，我是韩国讲师文宝娥。来，先复习一下，拼命背了吗？好，那看看吧。1번，首先能用韩语说就好。首先是什么？用韩语，무엇보다도，就是上次我们学了무엇보다도。무엇보다도한국어로말할수있어서좋아요있어서좋아요2번쉬요예능쉐시중국어유헌好쉬요是什么룸메이트룸메이트도중국어를배울수있어서좋아요아好记得吗3번语言交换是最好的语言学习方法啊！老师很想说的话，上次我说了啊，用韩语怎么说？언어교환은최고의最好的최고의哎呀，최고의언어교환방법이에요언어교환방법이에요언어공부방법이에요好，4번因为喝了很多可乐，牙齿坏了。콜라를많이마셔서마셔서이가썩었어요牙齿이가坏了썩었어요5번春天来了就感觉很爽快봄이오니까니까봄이오니까기분이상쾌해요因为准备考试熬夜了后面不好的那个不好的结果的时候用什么느라고시험준비시험공부를하느라고시험을준비하느라고밤을새웠어요7번我写的韩语作文不知道对不对学生们都经常说的绘画한국어작문을했는데제가맞는지안맞는지잘모르겠어요8번随时可以问吧随时可以问吧언제든지물어보세요언제든지물어보세요那啊看看韩语啊무엇보다도首先的意思한국어로말할수있어서좋아요룸메이트도중국어를배울수있으니까上次我们学习了因为있으니까因为所以좋아요인과관계언어교환은최고의언어공부방법이에요언어공부방법이에요콜라를많이마셔서이가썩었어썩었다썩었어요썩었다봄이오니까오니까因为春天来了봄이오니까因为기분이상쾌해요봄이오니까기분이상쾌해요시험공부를하느라고하느라고不好的관계느라고就是后面是不好的感觉找借口시험공부를하느라고밤을새웠어요한국어작문을했는데작문을했는데맞는지모르겠어요언제든지물어봐아可以那个跟韩国朋友说的时候啊韩国朋友想学习汉语的时候你们可以用韩语这样说언제든지물어봐언제든지중국어를물어봐或者언제든지한국어를물어봐언제든지물어봐내가도와줄게我可以帮你好那今天是第十课十课相貌服装용모복장과관련된단어를공부를하겠습니다啊关于这样的那个单词呀什么内容我们学习今天学习是这是语法现在时用韩语怎么表现用韩语怎么说还有能说自己的服装服装
用韩语颜色学习今天用韩语颜色怎么说啊？学习吧。主要语法呢，现在时都是这是现在时，는뭐뭐고있다啊，这个呢，第三呢，왔으면하다싶다좋겠다，这是좋겠다싶다和希望的表现，希望的期盼的表现啊。今天学习的语法，那先看会话吧啊，先老师读，你们先听一听，然后猜猜什么内容。안녕하세요요즘유행하는바지를찾고있어요추천해주세요어떤스타일을찾으세요이검정바지는어때요요즘유행이에요제가어두운색을조금싫어해요좀더밝은색이었으면해요그럼이갈색바지는어때요손님이지금입고있는티셔츠와잘어울려요좋아요빨리입고싶어요아나仔细看看吧这是服装店，微微想买什么衣服，想买衣服去服装店了，在韩国的那个衣服店，服装店啊，用什么韩语？用什么韩语啊？可以表达，我继续看吧。안녕하세요，先说안녕하세요，肯定是他们那个。曹梦，曹梦肯定是先说呢。欢迎光临来到这里，어서오세요반갑습니다무엇을찾으세요肯定是这样说。那微微说了，안녕하세요요즘유행하는바지를찾고있어요유행流行，最近流行的裤子是什么？我想找流行的裤子。추천해주세요推荐，추천해주세요你推荐给我，推荐吧。어떤스타일을찾으세요哪个款式？哪个款式？이검정바지는어때요？这个黑色的裤子怎么样？어때요？怎么样？요즘유행이에요。最近很流行。유행이에요。제가어두운색을조금싫어해요。제가어두운색을조금싫어해요。제가요즘黑不是很亮的黑色。제가어두운색을조금싫어요不喜欢这样很那个黑色的좀더밝은색량色좀더밝은색이었으면좋겠어요좀더요一点点白밝은색이었으면좋겠어요그럼이갈색바지는어때요那这个那个棕色갈색바지는棕色裤子怎么样손님이지금입고있는티셔츠와잘어울려요손님是위외니가니니现在穿的衣服穿的那个 T 恤更合适正合适어울려요잘어울려요正合适좋아요아好빨리입고싶어요想赶紧穿那个裤子这样的内容先今天的会话有点长吧因为是第十课对吧你们也是很进步了所以老师准备了有点长的有点难的会话内容一个一个看就可以有准备最重要的部分是유행하는바지유행하는바지今天学习的语法유행하는바지를찾고있어요你们先进去商店还有说自己想买的什么유행하는바지를찾고있어요추천해주세요我不知道所以你推荐给我추천해주세요안녕하세요요즘유행하는바지를찾고있어요추천해주세요나服务员说어떤스타일을찾으세요어떤바지를찾으세요哪个款式哪个裤子你找哪个裤子你找哪个款式어떤스타일을찾으세요问어떤스타일을찾으세요이검정바지는어때요这个黑色裤子怎么样？이검정바지는어떠세요？요즘유행이에요。最近流行的。요즘유행이에요。요즘유행이에요。제가어두운색을조금싫어해요。我不喜欢这样黑色的。안써？黑色的。전어두운색을너무싫어해요。정말조금싫어해요。조금요点조금싫어해요。조금더좀더밝은색이었으면해요。요点량色。
량色就好, 좀 밝은 색이었으면 해요. 看语法. 아, 그럼 이 갈색 바지는 어때요? 그럼 이 갈색 바지는 어때요? 난不喜欢黑色的话，那棕色怎么样？ 갈색 바지는 어때요? 손님이 지금 입고 있는 티셔츠와 잘 어울려요. 손님이 지금 입고 있는 티셔츠와 잘 어울려요. 좋아요. 빨리 입고 싶어요. 좋아요. 빨리 입고 싶어요. 那我们慢慢看那个今天的语法。 形容词, 으, 는, 동词, 는. 我们那个语法绘画内容中 제가 어두운 색을 조금 싫어해서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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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유행하는 바지를 찾고 있어요. 看, 一看就知道这是形容词，这是动词. 어두운, 黑. 所以 어두운, 어둡다. 形容词는 은은 어두운, 어두운. 유행하는 동词는 유행하는, 유행하는. 这样啊，就是这个呢，语法名字上冠词型的现在时，冠词性的现在时。 就是重要的是这个变成是形容的性格，形容的性格。那比如说，动词和있다 없다，这个后面呢，用는，还有形容词词干后面形容词这个呢，은，어두운색，어두운색，어두운색。 어제 산 새우, 어제 산 새우. 아, 你们看的话，这个还有这个那个位置还了，对吧？还了，这也是 새우 샀다. 还了, 산 새우, 어두운 색. 因为呢，这个树一部分变成了 관용词形容词对吧所以形容词呢一定要那个关那个那个关词关词呢一定要那个名词前面就是装饰啊修饰修饰的因为修饰啊所以修饰的修饰的部分呢名词前面的名词前面的 어두운 색 산, 새우. 因为修饰啊，所以我这산새우 어두운 색. 这样位置换，这个记住就可以。那练习吧。 커피가 따뜻하다. 咖啡很那个暖和热。 영화가 재밌다. 电影很有意思。 콜라가 시원하다. 可乐很那个凉。 물을 마시다, 喝水, 말을, 말이 달리다, 마, 아, 跑, 하여, 동, 논문을 쓰다, 写, 论文. 아, 커피가 따뜻하다. 都是,位置都是换, 따뜻한 커피. 位置换, 재미있는 영화. 시원한 콜라. 마시는 물. 달리는 말, 논문을 쓰다.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头就可以那个有意思的电影，凉快的可乐，什么什么写的论文这样什么什么的汉语的话什么什么头名词这样的意思。 따뜻한 커피, 재미있는 영화, 시원한 콜라, 마시는 물, 달리는 말, 쓴 논문. 好. 뭐 먹고 있다. 뭐 먹고 있다. 바지를 찾고 있어요. 바지를 찾고 있어요. 这是正在进行. 还有保持的状态。 保持的状态就是现在。